相隔56年，香港再次入咗亚洲杯决赛周。琴晚对阿联酋，一批港人嚟到现场撑港队。香港半场落后1球，去到49分钟，艾华顿追到落底线，对住阿联酋守卫，推前几步，再仰两仰，推大位斩埋中间，陈少君逼前加一脚，有啦，系港队56年嚟第1球，亦都系亚洲杯史上第1000球。看台上面不断高呼 We are Hong Kong， 大家上下一心。不过最后港队仲系输1-3。Today was not perfect, but it feels good. I only found out after the game.跟住落嚟，香港有2场小组赛，星期六对伊朗同下星期二对巴勒斯坦。世界排名，香港较同组其他对手都低。喺国际大赛对住佢哋能够入波，已经收获啦。4个字：香港劲抽。